Corporation's IT representative, Ms. Marie Lundberg. And 2-1, それでは発表いたしますので、名前を呼ばれたチームのキャプテンは壇上へお願いします。其实他这个，其实他这个一开始，他这个作者他是在微博上分享一些他跟他男朋友的一些老公的一些小故事，后来被我发现了，然后后来就是这个。他那微博博主叫啥呀？他好像叫公子乔伊，他微博叫公子乔伊，但是我不知道。但他经常传递一些东西，会被一些公众号转载。现在微博还火吗？他微博不咋发了，我天天看你。把钱被买走了吧？我也要买一个。没啥区别吧？现在。跟美女照相似的，把你们扔下了，辣眼睛，辣的溜啊！算了，我懒得管这天。乡下。